大家好，赞美上帝，你的小组团队正在不断壮大，而你想要倍增。为了倍增，你需要培训新的领导者，他们准备好继续建立健康、不断发展的小组。当你考虑培养谁作为小组领导者时，您需要注意他们的一些品质。寻找精神上充满活力的人，这些成员热情地谈论上帝以及他们与他的关系，并渴望在属灵上学习和成长。新的领导者需要成为包容者，他们对他人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表现出积极的兴趣。他们倾听别人的意见，并邀请他们参与。这些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将帮助他们与他们领导的小组成员建立联系。一个好的领导者是一个时常愿意服务的人，他们会在小组后面帮忙打扫卫生、洗碗或扔垃圾。当您确定了新领导者后，请给予他们责任和成长机会，从而给他们领导的机会，鼓励他们协助上课或组织活动或郊游，并有意识地花时间指导他们，汇报他们所做的事情，赞扬他们做得好的地方，并与他们一起处理他们所犯的错误，同时让他们知道你在刚开始时也犯过错误。最重要的是，当他们探索小组领导力并增强信心和能力时，让他们接着祈祷而不断成长和进步。